我们往后站一点点，可以站在阶梯上。好，来，也是情人的正中间。为期六天的展览，在里面呢，可以让所有的朋友们，如果还没有经历过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可以来感受一下在爱情迷宫当中死过又活过来的感觉。好，正中间一点点。好，陈琳的最右手边。来这边。好，正中间。来这里。杨陈琳要跟大家接展的今天，你看我们天气出现了异象，对不对？不但有太阳，也出现了 rain。待会儿有 rainbow 都出现喽。来右手边的看一下。好，我摄影大哥刚刚才到模范后哦，可以让所有的朋友，我们第一次要帮大家来检测一下，在爱情当中你是什么样的个性。中间上上去啊，都会再翻。好，来，我们先请这个玻璃屋，也让大家看一下，玻璃屋就是这样子。对，杨丞琳呼风唤雨，大家会不会就在等这个时候？好，因为你有一个版本，不叫做片刻激情版吗？待会儿变透明的时候，就变成片刻激情版。来这边，这里。好，来正中间。好，屋顶是可以揭开的，请杨丞琳帮我们揭开屋顶啊！三二一。好，可以让所有的也可以让朋友们扫描 QR code 之后呢，可以抢先听到杨丞琳的单首新歌。那当然呢，我们旁边还有一个时光的信箱，所以粉丝朋友们在参加完展览之后，然后可以在这个把明信片写好，然后寄到我们的这个信箱当中。